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露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老黑本阿三怎么落寞？我要换。朋友怎么弄？是个烂故事。我那啥意思？我那啥意思？哎。花束花纹，我那啥意思？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花很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光之沟，那道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柳枯，西风暗暗。一道瓦阿尼卡，阿皮和伯鲁。小姐，小姐，小姐来。没看到。看不到。
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小吗？一生出来的时候。哦，一生出来。对对对。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妈妈怀我们的时候就喝了吧。啊，你是酒精宝宝吗？酒精宝宝。还有阿雷。哪位？小帅。你拿过汗吗？好轻松。好，小贝，给他。可以，好，睡了。好，拿麦。不高兴。谁接？志龙，你接。志龙接。来杯。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中国有嘻哈，有没有谁会模仿一段？我 freestyle 一下。跑车嘞，想要一辆法拉利。再来多一点。想要钱，软妹妹，全身的都给靠五个级别。我问你，你想不想学泰雅语？我没有。
为什么不想？没。好，那你呢？你想不想学泰雅语？I 不想。你不想啊？为什么？ I don't like。我选在五大师，我选在五大师。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一切的一切都得靠五大师。比比的。谁会唱歌？我唱歌。五大师比比我啊，干你娘鸡巴！操你妈的吹喇叭！五大师比比。啊？自我介绍。我叫简世凯，我来自尖石乡。我喜欢开冰箱，喜欢开冰箱。我喜欢打手枪。我操你妈鸡巴！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比五大师我啊，比十五大师啊。我啊是什么？我啊是你的懒觉。比比是女生的比比，懂吗？哦。管呢？还要说吗？这个最有名的。你。
是怎么讲？怎么用？考这样考试啊？哦，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我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哦，身体。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用手去抠鼻，那个抠鼻怎么讲？丢丢啊，不给。丢啊！再一次，再一次，慢一点。丢丢啊，不不给。丢丢啊，不不给。丢丢啊，不不给。哎，哦，非常。抠鼻。啊，嘴巴的怎么？嘴巴的怎么？嘴巴是这样。这样。然后有一次，有时候这样。不要乱讲啊！再多一点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更灵活的吗？这样对。哎呀，前戏舔鼻哈，舔那个不给，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Minach nach do bu ge 啊 ？Minach nach do bu ge。Minach nach do bu ge。哎。哦。好了啦，这不多了啦。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再放在脸部上面。比脸部的考试这样。你怎么那么强？傻笑啦！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你应该是国宝级的。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没有告诉你吗？继续来，这边用，这边用。来吃。很好吃哈。等我有其他怎么唱？先不要，那我唱。再屌一点，再帅一点，快。那个手跟脚动作都来。看镜头耍帅哦，对。你们在干嘛？闭上眼。你旁边尖叫，快点鼓掌一下，尖叫！
看啊，这就会。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哈，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叫干尼干尼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波波手。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波波手。他们黑波波手。哎，好，蛮快说罢了，谢谢啊。好，大哥请教一下哈。那个泰鲁格族话、德鲁古话哈，跨沙小看什么看？德鲁古话怎么讲？马努卡丹苏，那你帮我达安苏，那你再帮我放慢拉长音一次哈。马努卡达安苏，马努卡达安苏，对对，好，谢谢哈。上得上报，你上报嘞？我有你，我有你，我有你。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就装傻，那个装傻的如果话怎么讲？装傻？啊，装傻，假装不知道这样。你就卖 gay 啊，那个装怎么讲？Menangi ni kedang。Menangi 是？Menangi 假装。哦，假装不知道 ini kedang。Ini kedang。Menangi ini kedang。Kedang。Menangi 是假装的意思。Menangi ni kedang。Menangi ini kedang。Kedang。哦。Menangi bibi 叫 gay 吗？啊。Menangi bibi 叫 gay 吗？啊，Menangi bibi 叫 gay 吗？啊，他们现在讲说 gay 就是又假又鸡掰，叫 Menangi bibi 就 gay 呢？可以这样翻吗？不行不行。
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好，准备。好，小朋友。来呗，帮忙喊来呗。来呗，老公说不喊来呗。来说。我全身都湿了。我不会过来，你不来。啊，一比。啊，一比。很好听，怎么讲？很好听。没有，是猪嘎。猪嘎。哎，猪嘎。猪嘎不是。不好听是比比。没有，是猪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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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肝，哎，猪肝，猪肝不是，不好听是屁屁。哦，好。吃。来吃哦，哟，很好，很好，很好。开心收票了。完了，完了。高了哈，调整，放球点。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
有。拿好嘞，阿宝吓人的呢。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跟女朋友开玩笑，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怎么讲？我这个我不太干净。你是为什么？美沙苏乌达斯姆，这样吗？美沙苏，不是，我先问一下，美沙苏什么乌达斯姆这样啊？什么宝？是找一个字了。美沙苏什么宝？什么宝乌达斯姆？这样才可以。美沙苏什么宝乌达斯姆？你是欠我的懒觉打。对哦。我们要叫他哎，哥你他也要叫，然后我们要他找什么盘子啊？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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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啊，我想求你啊，打个吹雷锋。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很大怎么讲？大大阿，大大阿，很长呢。古老，古老，哎，那个很粗，很粗，反正好像很粗，好像没有。很硬。阿德嘎，阿德嘎，哎，那就台东叫古西，啊，台东叫古西，古西，哎，那个另外一个叫阿德嘎，哎，那个嫩嫩哎，软软的，有的那个会马布尼，马布尼，哎，就是软软的，哎，马布尼。那个有的会早泄哈，碰到就喷出来，那个阳痿怎么讲？早泄，早泄怎么讲？很容易喷出来，老婆就很不高兴。咖喱鸡嘛，咖喱鸡马萨达乌萨朗好。Kariki masalah kusalang masalah kusalang ay oh 那个差不多了啊高潮怎么翻高潮哦可以怎么翻好像啊像不好翻的这个你这个你想一想就是非常非常的爽怎么讲上啊爱这个锅。对呀、啊，前戏舔逼哈，舔那个不给，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Minach nach to poke 啊 ？Minach nach to poke。Minach nach to poke。哎。哦。好了啦，差不多了啦。抹口水怎么讲？有时候太干了，我们会男生会抹一点口水在不给上面。抹口水怎么讲？
馍，鸡西炖锅，锅鸭锅锅是白色，都里底。鸡西什么？鸡西炖都。锅是白色，都。锅是什么？锅是白。哎，都里底这样子。都里底。哎。哦。这样子。好了。但在上面有时候很会摇吼，那男生受不了就会喷出来，很会摇怎么讲？就是他坐在男生上面，在。麻烦那米米瓦哟。麻烦那米瓦。慢一点。麻烦那米瓦哟的。麻烦那米瓦哟。米瓦哟。Kaliki masalahku, ku sarang. 那是后面是很容易射出来。对 ，Kaliki masalahku sarang 就很快出来，那个。不要停，怎么讲 ？Don't stop，不要停。不要停。有些女生太嗨了，叫男生不要停。阿卡巴杜登。啊？阿卡巴杜登。阿卡巴杜登。哎，阿卡巴杜登。我还要怎么讲 ？Mangalai hokaku。Mangalai。Mangalai hokaku。Mangalai hokaku。哎。哦。好了，差不多了。好。最后一个。哎，什么啦？摩擦怎么讲？像有的男生会用棒啊去摩擦女生的屁股嘛，有时候在等车啊。魔怔 ，ma a lot， 就是摩擦，还摩擦，那个很兴奋怎么讲？很兴奋哦 ，ma kafa， ma kafa， ma kafa sa kaku， ma kafa， ma kafa， 哦 ，ma kafa， 哎，那个，受不了东北调那个怎么办？他太性感，我受不了了。好像没有这气氛。动尾调啊！哎呀，好像没有这气氛啊！不是，就是哇，他太正了，我就是有的时候看他说哇，我就受不了，很想上他这样，受不了怎么讲？动尾调。动尾调啊，对。Jika biru kaku, mengalai kaku minta kesuanan. Oh ya. 那么再精简一点。Jika biru。Jika biru。Jika biru kaku， 不是，念慢一点呢。Jika， 你带我念。Jika biru kaku。Jika biru kaku。Mengalai minta kesuanan。Mengalai， 然后呢 ？Minta kesuanan。Minta kesuanan。哎，哦，怎么那么长？对呀，我受不了，我想要跟你上。上床怎么讲？对啊，到床上去的。反正刚才我讲的就是啊，你打个这样的。我说那个就简单，就是去床上睡觉，上床怎么讲？上床嘛，当然要搞不掉你。就上床就好，不要别的哦，就上床，上去床上怎么讲？当然要搞不掉你。得了啊。当然搞不掉你。当然。哎，搞不掉你。搞不掉你。哎。那个房间怎么讲？房间哦。个房间就是卡夫蒂安啊，卡夫蒂安，打一样啊。那个开门那个开怎么讲？台东叫法瓦亨，那就我们光复叫法登。法登卡夫蒂安，开房间可以这样讲吗？哎，法登卡夫蒂安，哦，或者法瓦亨卡夫蒂安都可以。好了啦，等一下。那个梦遗怎么讲？国中我们会那个自己流出来，那个梦遗怎么讲？好像梦遗这个好像没有呢。啊，好像没有呢。哦，那个。你讲的有的很深得啊。那个我刚刚有问那个，他那个 A 片有个情节叫颜色哈，刚是内射，射到有些女生说射我脸上。射在脸上怎么讲？忙啊是，忙啊去说呢。慢一点啊。没事，忙啊说你把啥的那啥浪的，把这自然一点呢，毕竟老外阿哥这样。哦。把这自然的。把什么？你叫带我念。这了。把这这了。一点呢老外阿哥。对，老外就是这个脸嘛。哦。那个。啊，最后一个是那个有的说口爆哈，叫射在女朋友的嘴巴里面，那个怎么讲？你看，他一直讲哎，他是马太安的勇士啊，对，真的是勇士。我是冬天的同学，我一直讲。好，这句最后，
就是口爆，他们讲口爆爆浆，就是射女生的嘴巴里面。有时候老婆要求了嘛，还有吗？就是情趣，那个射嘴巴里怎么讲？把啥啥干一点？就是射精到嘴巴里怎么讲？把这这干一点，知道我有啥过？把这这都，我有啥过？慢一点，慢一点。把这这干一点，我有啥过？一滴，不是那个音我听不清楚。把这这喊，把这这喊一滴你，我有啥过？喊一滴你。我有啥歌？我有啥歌？哎，好，那个最后一个谢谢是阿赖。阿赖，再介绍一下那个你的绑架名字梦。梦，国语叫曾宪国。曾宪国大哥是马泰安哈。哎，马泰安，我们那边是大马。啊？大马村。大马村啊。嗯。大马村哦。哎呀，你是马泰安里面的大马部落。哎。大马部落的那个绑架名字怎么讲？我们那边叫，光不叫法答案呢、啊？法答案就是一个树豆，树豆的意思。哦、法答案哈、哦哎，你是大马部落的。哎，哦，哎、好，只是这个也是一个参考啦。哦，哎呀，不能说当进来是一个参考而已。哦，感谢你那个母语教学哈。好，下次要录第二集哦。好嘞哈。哎，几个，哎。